出来了，温蒂。因为已经两个礼拜没有。来，眼镜十块，眼镜十块啊！我每天都要来抢。来，趁热趁热。好，现在我们日出已经慢慢在上升啊，向各位来问早安了。很多人们来到阿里山五六上面，看不到一颗晴空万里的好日出。好，现在的太阳。哎，你只要看镜头就好了。小卖店的最后面。那真的要戴眼镜吗？一戴就是十块钱啊！我都不相信这个真的。他看了吗？你这里面录影呢、啊？你看镜头就好了。对。开始看到没有？没拍到。有，我录影到了。我录影了。我是用录影。好，去拍。